球锦标赛登场，如何为台湾选手集气加油？这位在中华职棒总冠军战以请神执法爆红的护员国师刘嘉义，在立委参选人吴其明青年军的建议之下，球赛前先教大家发功，祝福棒球全胜。台湾队圆满，台湾队圆满，台湾队冠军。请神子两个合起来，中指不要动。尾指、食指哈，尾指，这食指去勾住尾指，这样，这请神指，这请神就请。像今天我们要请，这是十二场比赛，我们要请文武将军为我们台湾队加油，就是一个要请神。所以我在球场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在请文武将军到场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请神指加持效果不知道好不好，但是台湾人热爱棒球，加上十二强锦标赛选在台中举办，显得更有信心，地主队有绝对的在场优势。立委参选人吴其明邀请大家来进总看棒球转播赛，一起为台湾棒球加油。大家共同期待咱的中华队会当得到好咱的十二强的冠军，这是咱的国人大家共同的愿望，嘛共同的寄望哈。而且嘛，感谢大家吼，花着宝贵的时间啊、来参加咱这场哈开幕式。除了护员国师刘嘉义请神护佑之外，更相信这一次备受全民关注的棒球赛，有了全民支持的祝福，相信能给棒球选手更多迎接比赛的力量，常常打出好成绩。数位天空新闻土城报道。